even not a response to the opinion of people. Hong Kong government never hear us. We are not that easy to live. We have the right to tell the government. Tell the government we need real democracy. Democracy is more important for our future. It's not just a student action anymore. Because we're just a Hong Konger, we want to save our home.9月28号，香港警察朝着真普选的示威民众发射了87个催泪弹，这也催生出这场雨伞运动。而这场雨伞运动明天就要满月了，香港民间发起在明天催泪满月当晚6点撑伞默站1分钟。另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将去信北京政府，要求北京和港府履行人权公约，给香港人真正的普选。礼拜天，旺角信和中心外出现了10把雨伞，写上1028全民开伞、1028无雨开伞的标语。活动呼吁周二晚上6点全民开伞，无雨也好，有雨也好，逛街也好，室内也好，撑伞默站1分钟，继续力撑雨伞运动。9月28号，港府首次对港人寄出催泪弹和胡椒喷雾，不但引来国际谴责，更激发了长达1个月的香港雨伞运动。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表示，他已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反映，中共人大8月31号的政改决定不符合人权公约，而这次会议决定将致信北京及香港政府。佢觉得咧，普选咧就系要唔单止系一人一票有投票权。亦都係咧，係應該咧，係有去參選權。咁佢覺得而家嗰啲安排咧，係令到香港人係冇參選權嘅，所以佢咧就會寫封信寫俾中央政府，叫佢交俾特區政府。咁然後咧就叫佢解釋同埋提交嘅資料係幾時咧係會履行到個公約。刘慧卿强调，理事会去年3月也曾要求港府尽快按人权公约落实普选。中国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约国，香港选举需符合有关公约。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